Alors.我不知道。我听到一个。他人不消失，消失了。操你妈啊！的，路人王兄弟，别他妈屌哥！他架着我的，翻下去了。是，来来，我也翻了。隔壁，一号楼是吧？嗯，一号楼楼梯，楼梯两个两个两个，倒了一个，好像还有一个，三层楼三楼三楼，三层楼三楼一个，然后单排又过来一个，我操，单排又来一个。咱叫另一队，打残了一个。我对面玻璃花房一楼，我看的位置。死了死了死了！站一下。我操！搞点子弹就行了。啊。是吧？哇，我画的贼齐。把我一楼倒了。我操！这人吓我一跳。我贴了。中间房也倒了。哦，在厕所后面有一个，在那厕所后面有一个，应该去下水道救人了，一路跑过去的。有包我把这雷，我把哎，来了来了，给你包。房子里，我掰他了。寨子来了，那得让你等一会儿，寨子。这边不可能有人吧？那不可能。吓我一跳！我日！他倒了一个，他倒在平原上的。啊！我被两个人打了。我操！什么东西有人钻我？打完他可以从蓝黄回到二号线进去。哎！又打了个团，他们到圈里面去了。他被人打倒一个，我人都被 K 了。我打药了，我不给你封印了，打不了，八百刀，他丢雷就没办法了啊，他应该买雷了，往后走。他倒了，他倒了，我操！我操，都二倍兄弟，我受不了了。他应该有三倍。他有，他有，来来来。狗屎兄弟，全裂了。我红双喜，红双喜，看一下。这小子是自由人吗？我怎么去？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假托耳朵，他又倒了一个，好像。妈，你比我还抽象。很红，你知道吗？倒在二楼大厅，倒在二楼大厅扔雷。操我的！楼梯，楼梯，楼梯，楼梯两个，楼梯你往楼梯丢雷。这雷没炸到。我现在语气长还是大多数十五人了呀？哎，一打四嘛，我操！一打三打一应该是。
栏杆大弹，兄弟。这个栏杆很恶心吗？这个栏杆贼傻逼呀！我操！哎呦，我进去没打过他，我操！